哎呀，世界上最浪漫的爱情是你在大街北边，我在大街南边。世界上最折腾的爱情就是明明就住在同一条街上，你俩非得跑到长春来相亲。不一样是吧？对。那我觉得你们俩就是都在桃南的地儿，是不是应该会比较了解？会吗？不算太了解。太了解吧，因为离得之前不认识嘛。啊。然后后期通过加他微信，加陌陌，一点慢慢看他那个直播，我有点了解。喜欢他什么呢？就喜欢他性格大大咧咧的，然后没有啥心眼的，说白了就是还挺厉害的，适合居家过日子，是吧？就是过日子的人嘛，就是。长得还漂亮，而且挺孝顺的，做生意了或者都挺有头脑的，就是一个。长得漂亮吗？漂亮。我们台上其实有好多种美。其实怎么说呢？七人眼里出西施吧。那你觉得谁是这个台上最美的呢？当然是四号杜美丽，杜月。那这样，既然短片当中还有出场，就已经做好这种准备了，奔着杜美丽来的，来，掌声有请四号杜月，有请。那你今天来了，我觉得肯定是有备而来了，是吧？对。打算？准备一下。啊，准备一下啊！好期待，来。咱们可以买各种颜色的，手提包、手拎包、斜挎包、大包、小包，只要你喜欢的颜色的包能搭配到衣服上，咱就买。然后这是我的样子，然后买，你喜欢买什么咱就买什么，把这些东西都买满。如果这些不够买，咱们还有东西能装得下，只要你能买高兴的位置，就是。等会儿，攒这钱容易吗？一个头一个头捡的，还长裤短裤什么喇叭裤西门裤八分裤的就买，你拿着卡买，咱这买车买房子，你过日子用的，你能让他买这些造人的吗？没事，他爱美吗？不是，我这个车房我都有，可以让他买，随便买。对，卡刷没了呢，我可以再挣。你这么做就是咱俗语说的惯着了。老爷们就是谁媳妇谁不疼，对不对？你这惯坏了，你还能管得住了吗？将来无所谓啊，本身我就比他大，这个东西都接受了，我就应该宠着他。三个都介绍了，这个是啥意思？这个是我给他准备的一份，算是我对他的爱吧。
冠，戴了一个绶带，上面写着土嫂最美。我说那个气质啊特别像迎宾，今天更像了。这个比上个好看。我想发自内心的说，就是我是真心的喜欢你。我喜欢看着你平时傻傻的笑，然后一本正经的聊天，一本正经的晚上读一些心灵鸡汤。我不是很会说，我希望能用我说的行动来打动你。我也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然后让我将来照顾你。我一直都在说我不想嫁太远，但是不代表就是逃难的，只要逃难的我就会那啥，还是要看自己喜不喜欢，自己觉得合不合适。我知道你很不容易，但是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走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